实我觉得我一直有保持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恋爱，渴望恋爱的心态心情。虽然曾经有经历过一些失败的恋情，但是当我现在如果再有经历恋情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有点像保持原来像初恋那样的感觉。因为牡羊座的女生都是比较直来直往的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次的演唱会会带大家一起去恋一场爱，因为我会带大家一起感受在爱情里面的爱恨情仇四个篇章。最终还是希望当大家经历那些事情之后，我们走出演唱会后，我们要学的勇敢。嗨，大家好，我是叮当。即将呢6月1号我要站上香港红磡啊，办我的《真爱好难得》的旗舰版演唱会了。那我非常期待能够大家啊能够看到大家，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在我这场演唱会里面能够找到一首属于自己爱的主题曲。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能够来现场帮我加油。